别人不都胸大白，就是身材高挑啊，脸蛋漂亮，哎，袂使蹲蹲伤久啊，你吼，啊，直接讲，嗯啊，水水的水狗牛哈，换了新东家的向慧玲个人的这个专辑哈，雄心的专辑已经发行了哈，内底甲这个月牛有关的歌非常的多哈，咱先来听一首月牛的目屎，听说了呢，哎，咱们来甲向慧玲开讲哦。情寒，随着满天思念飘向天涯。这个冰狗冰啊是向慧玲，说到她出道十年得怎么捏牺牲啊，现在换了一个东家好几唱片，然后重新的包装，重新的去做不一样的曲风，这一次啊帮你写歌人还不少呢，对，全部都是金牌制作人呢，哇，这次真的因为咱在台湾都来对哈，这些啊都是每一个人的名号都曾经创造过很多不同
那个我们经典大作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？你以前跟他们认识吗？比如说石国仁啊，没有没有。江志峰，江哥是录对录影的时候会碰到，哎、对，嗯。然后呢？吴凡老师，吴凡老师，对呀、啊，也没有嘛，对，对哦，弄新的呢哈、嗯，是啊，哎呀，哇，朱立勋，哇，都新的呢哈，对，巴布老师，麦轩老师，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不好？嗯、讲一讲对他们的感觉啦，哎，石国仁老师，我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看过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嗯、但是那时候他有写过好多首，就是很受到大家欢迎的歌曲，尤其是男女对唱的哈，对，而且都是专辑里面的主打 歌，对对对，嗯，所以说，听众朋友应该对石国仁老师这个名字很熟悉，对，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老师的名字，我觉得，嗯，老师的名字好、嗯、好特别哦，啊、是石头的石，然后国家的国，对，是哪一国啊？哪一国的人啊？就觉得哎、欸，好特别哦，所以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然后在会你因为对他的名字有一个很特殊的印象之后，嗯、你就会仔细去听他写的歌曲。那刚好这次的专辑里面呢，有收录了两首石国仁老师的歌曲。很刚好呢，其中一首呢就是这次的主打歌《为你而赛》，然后还有另外一首叫做《两字爱情能力爱情》。嘿，爱情本来就是能力嘛。嗯嗯，两个字很简单，但是要谈起来那个过程是，酸甜苦辣都有。本来简单的事就不好，你知道哈？对吧？哎，干蛋光越简单的事情越复杂。是啊。对啊。可是你唱歌唱这么久了啊，你会不会希望说这个在挑战什么？挑战什么？挑战什么？比如说，我们看到很多那个歌唱比赛的选手啊，就很喜欢飙高音啊，有没有？然后或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变化？嗯，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跟以往慧琳的专辑呢最大的不同，但是简单讲就是。以前唱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，哇，向慧琳，你的歌很好听啊，但是，好难学，但是难度好高哦、啊。我们要学的时候都觉得那个 key 还要再降一下才唱得上去。对，那这一次呢，因为进到豪记唱片，然后呢，这些老师为我写的歌曲呢，我觉得在。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大家在学的方面上面呢，不会那么的难啊，可能听个一遍两遍，嗯，就会很有印象，然后就会唱了。哦、okay ，对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以往向慧琳唱过多高难度的歌，那该展现的技巧大家其实也都听过了，嗯，那倒不回到一个最。原始，然后最简单的层面，让大家面吗对听听，这么简单的感情的歌曲，要怎么样去诠释，怎么样去呈现，让大家呢也是会有深深的那种感动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说什么叫做完美哈、嗯？歌曲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的声音一样哈，那个 pitch 啊，就是那个音准啊，不可能跟机器一样嘛，对，都是钢琴底下嘛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莫想那么赶快、嗯。你说可以准音准有准，但是它不可能准到那种像机器一样那么的这样准，那就有点用像机器来做就好了。对对对，这就是特色啦。然后每个歌手的特色又不一样，特色不一样，然后加入你自己想要加入的调味料，对，然后呈现。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，不然如果大家唱的都一样，就交给机器来唱就好了。真的，今麦个给其中就搞呀。是啊，是啊。刚向慧琳讲的很好啊，一共哈钢琴能力啊，爱情能力啊，哈能力爱情中就简单一点吧哈。对，刚刚公瓜嘛，赶快哈。但是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时候，是希望大家利用这张专辑来认识向慧琳，而且要把她的歌学起来啊。真的。对哦。嗯。啊，不要想说你学不会啊，唱不上去啊什么的。去看伯杰的。这次没有借口喽。对、啊啊啊，下次啊、哦、去比赛的时候也可以唱唱向慧琳的歌哈、哦。哇，今天真的很开心了，看到向慧琳来这边，我们待会要听这首歌叫做《能力爱简》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用简单的这个话语哈、哦，是不是也讲出一些心里想要跟听众朋友讲的话？因为毕竟也十年了嘛哈、哦。其实这十年走来，我好像在讲什么？我当作领金曲奖好了。谢谢，就是一路以来支持我，然后陪伴我的
歌迷朋友，真的其实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，那中间其实经过很多的过程，当然也有挫折，然后也有低潮的时候，但是谢谢你们一路陪伴我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有更多的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。那也希望呢新的东家新的专辑呈现呢，让大家能够喜欢另一个不一样的向慧玲。但是我的改变也不是我也是保留以前的我，对，然后再让大家发现另一个不一样的我，但是我还是我。哎呀，这个讲起来就悬了哈。是，就请大家好好的来，听这一张《天龙八部》不是啦，记得专辑名哈，做鬼泥味马赛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听这首歌，就是非常简单的两个字，叫做“能力爱情”，向慧玲的闲歌哈。你放心啦，我跟你讲，努力哈。听众啊还有支持者一定可以看得到，一定可以感受得到。那我们的心意呢，希望他们把这些歌可以学得朗朗上口啊，也希望更多人在卡拉 OK KTV 的时候可以唱向慧玲的新歌。对，好，咱来听这首歌《能力爱情》。Yeah.